失了预期。他在节目里又真诚又善良又可爱。因为 Free 这首歌迷莉特别特别喜欢雨琦，没想到雨琦居然邀请我们来看他的演唱会，真的太开心啦。今天姐姐特地打扮了女团的造型，一起来给雨琦助阵哦。米莉更是兴奋的整个晚上都没睡着啊，追星开始。